走，睡得还好吗？好啊，坐。侯炳牧现任监狱福音关怀协会传道人，每个早晨和更生弟兄一起祷告，是他一天的开始。他巧妙地把这个隐身巷弄里的中途之家改造成一间道地的韩国料理店，只要开张总是高朋满座，不但足以自立自养，也让弟兄们有个落脚吃饭的窝。年过半百的洪炳木是个中日混血的韩国华侨，20多年前因涉及伤害罪被遣送来台，又因为贩毒蹲了10年的牢房。不论是韩国还是台湾，对他来说都有认同问题，所以他笑称自己是国际孤儿，漂泊不定大半辈子，最终在信仰里找到归属。迷途的浪子如今正踏踏实实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来宾是一位中日混血的韩国华侨，人生大半辈子过得也蛮辛苦蛮挫折，甚至呢在韩国在台湾都曾经被关过，这样的一个人生，现在他的身份是一个传道人。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生命转变的故事。欢迎侯炳木阿木哥，你好。大家好。刚才在讲到说你是中日混血的韩国华侨。是的。啊，所以从小是在韩国出生长大的吗？我爸爸是逃难逃到韩国，在韩国生的我。我爸爸。以我知道是我爸爸娶的是日本太太，所以爸爸是从大陆在韩国在大陆逃难逃到韩国。哦，那个时候日治时代结束以后，就是二战之后，日本人都回到日本去了，有好多日本人回不去的日本人，哦，没办法嫁韩国人，韩国人很讨厌这个日本人嘛。是是是。那我妈妈就嫁给我爸爸。爸爸是中国人，从大陆逃到了韩国，妈妈是日本人，所以我爸爸跟我妈妈的年纪也差得蛮大，差不多差20岁。所以小的时候，爸爸跟妈妈在那个在韩国的生活啊，你印象当中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家里不是那么很和睦，这个样。我妈妈一直要把我们送出去，送到孤儿院来是怎么样？那我爸爸就。原本是我不是在首尔长大的，原本是在乡下，韩国的一个乡下地方。是是是。那一直吵到我6岁那个时候，我爸爸就带着我们4个兄弟啊，就搬到首尔来，开始在首尔生活，跟我妈妈就离开了，就分开了。是是。日子过得很辛苦吧？我爸爸那个时候也是已经年纪很大了，是那个时候捡资源回收的很多，那我哥哥他们那跟着爸爸去捡资源回收的这个样，在那种环境长大的，我也自然而然就看他们捡资源回收，我也跟着去捡，偶尔跟他们去捡这个资源回收，常常就被打。他们捡资源回收也是有自己的地盘在，是跑到别人的地盘去捡到，就被他们就打这个样。所以那个童年的生活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啊？就住的一个，我爸爸跟朋友借了一小笔钱买了个房子，那个房子是一个以前台湾的大杂院式的那个样，那个大杂院式的那边有很多中国人韩国人一起混在那个大杂院里面住的，那个大杂院蛮复杂的，我是在首尔的中心很繁华的那个繁华的地方长大，那个过马路就是红灯区了啊。再说我们那个村里面呢，流氓了也有，那个妓女也有，这个样。那从小看这些哥哥们打架了，那些常常这些红灯区的喝醉的这些人来跟我们打架了，这个样看过了，就是自然而然就学会这些。好的很难学，就坏的不用教，坏就会学，自然而然就对，真的不用教就会了。是是是。那个性上会也比较暴力一点，小的时候因为常看到冲突发生嘛。是啊，再说我家里没有女孩子，就是爸爸带4个儿子，爸爸加起来5个男孩子，爸爸教的也是比较强硬的教的。爸爸怎么教？出去你绝对不能和比你小的打架。对，你要跟你大的打架，你打输了就不要来家，一定要打赢，就这种教导。
在家里也是哥哥他们教我们念书，就是不顺眼不听话就是打。是，那在这样的成长经验当中，后来念书嘞，那个时候过得都这么辛苦，你说还去捡资源回收嘛？哈，是是，爸爸把我送到这个华人学校去读书。哦，去读书从真的不是读书的料，没办法，从小学二年级开始逃学啊。逃到小学五年级，嗯，刚好五年级那个时候我家着火了，我高兴得要死。啊，你还高兴得要死？是啊是啊，书包也烧掉了，这个就不要上学了。嗯嗯，从那个时候开始，真的没有上学，就是我爸爸就把我送到餐厅去开始工作，这个样。嗯，才小学五年级送去工作、啊。对对，13岁那个时候我读书读得也晚，所以13岁就开始出来，到餐厅去工作。直接就送出去了。是是是，所以我就做不了多少，就跑回来就不做了，跑了。会想家，对不对？嗯，想家也有，被欺负也有。怎么样被欺负了？常常被大哥哥他们打了，被厨师他们打了，这个样。我也在说喜欢调皮，这个样。我的那个口气也是从小就学下这个三字经的口气，这个样。大哥哥他们就不会喜欢我，看看，就常常被打。所以小时候生长的环境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一个状态。是是是是。然后又很复杂的一个环境。你觉得带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不知道爱是什么。叫做爱，嗯，你关怀我，我关怀你，这个啊、嗯，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嗯，从来没有说你爱过我，我爱过你，我关怀过你，你关怀我，这是知道的是，谁要打架的话，赶快去帮他一下，嗯，朋友打架了，赶快去帮他一下，就知道这个叫义气。其实这个样过日子，我爸爸18岁的时候，我爸爸就过世了，哦，这个样以后就是。我兄弟都分散以后各过各的，所以等到爸爸过世之后，你真的要想办法自己养自己了。对对对，那都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也是做餐厅的工作，没办法，在做餐厅的工作也做不了多久，个性不好的关系吧，做个几个月就不做了。是，再到偶尔去打零工了。打零工。是是是，这个样过了，差不多。25岁那个年纪的时候，嗯，有一个朋友叫我到日本去打工，嗯，那个时候到日本打工可以领到韩国的3-4倍的薪水。我在韩国开餐厅的时候，在日本的那个朋友来找我说，日本现在那个把金国不错，就弄了个假的高中毕业证书，嗯嗯，到日本去申请这个假的留学生，在那边当留学生。就玩这个把金国，玩了好几年，待了大概有几年？把金国可能玩了2-3年吧。2-3年。是啊，所以25岁那个机器，那个机器就不见了。哦。那个他们2年淘汰一次那个机器，换新的机器，这个样。是。那个机器没有了，就没有个玩了。嗯。就回韩国来，这个样。从小在复杂的环境下长大，养成侯炳木用拳头解决问题的性格，在韩国也进出过监狱，甚至信主受洗，但还是闯下大祸后被遣送台湾，不久就染上毒品，让自己陷入愁云惨雾之中。他们不是在那个航口吗？就是坐船，好像是坐船到航口吗？说那里不能抽烟吗？他就在那里收烟，那别人就那个管理员就说，这要罚款，不可以收烟。然后他就说罚款就给钱给人家了，就给了，还又继续收。他说那个人就说不是不能收吗？说我钱都给你了，我就要继续收啊。以前的个性就是人家怎么样对他，就是对人家很也是很猛的，没有那么乖乖的听的，他就是一个就是很也脾气很暴躁的，他自己也说，工作室有认识一些人，他就这样跟着吸毒。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我知道我就给阻止他了。奇怪了，我们要工作，约他找不到他人。那过了大概5天嘛，几天，是师母来电话说侯炳木被抓进土城看守所，那我就看他，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他真的是很肯做事的人呢、啊。我那个那真的别人不那个那个不要做的都是我们两个在做。运毒的时候就是最后一次，他就说他要做一个很大笔的，然后要想要风光的迎接他的家人的时候，他就每天来我们教会，这样每天早上就是我们有一个早晨礼拜嘛，每天早上就会看到他这样。那他就因为想要得到心安，所以他就会在教会里面睡觉。那他在家里没法睡，就很不安嘛，所以他就会躲在我们教会的一个某一个角落，然后就睡在那边这样。所以阿木哥，你那时候说后来去做了爬行狗，因为机器没了的关系，就没有再继续待在日本了吗？是，嗯，就直接就回来了，回到韩国了。嗯，回来以后呢？回来以后在韩国就是没住多久就跟朋友打架，嗯，打架以后就关到韩国监所里面去了。是被关了多久的？关了2年6个月。哇，期满了以后，就把我遣送到台湾来。为什么会是送到台湾？你过去有来过台湾吗？那时候你以前我是为了去日本呢，那个韩国那边的中国人没办法，不好进去，台湾的人比较好进去，那我到台湾来领身份证。那个时候的我们韩国华侨属于台湾政府在管。哦，那个时候韩国跟大陆没有邦交，只有跟台湾有邦交。有台湾身份的之下在韩国闹了事，嗯，第一次就把我遣送到台湾来了，就送到台湾来了。但就是说你如果今天是被遣送出去的话，你就是没有办法再回到韩国了。他法律有规定几年以后你才可以申请入境，这个样是是没有申请的话应该不能进去。所以你等于是从监所一出来才知道说啊，原来我没有办法回到我所熟悉的环境，我要到一个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了，这个你什么机会都没有给我，就把我遣送到台湾来，这个什么都没有准备状况下突然把我送到台湾来。所以那时候会觉得很害怕吗？很担心？怕是没有了，就是刚送到台湾的时候就不知道在台湾要怎么样过日子，朋友没有，钱没有，身上都一毛钱都没带啊。身上我遣送来的时候我跟我哥哥要了10万块台币。哦，哎，那时候10万块台币算不少哎。算不少，可是用了没几个月就是吸毒品被抓到。罚款就3个月，罚款就8万多块。你是说在台湾就吸毒啊？来台湾以后没多久，就我来遣送到台湾以后啊，就住在那个西门町附近，有很多韩国华侨在那边。那个时候，那我就在那附近租了个小套房，在那附近也很复杂啊。之前在日本、在韩国的时候也有碰过毒品吗？没有。所以在台湾才开始碰，韩国是毒品很贵的，一般人碰都碰不到。哦，现在是应该普遍了，那个时候是这是有身份地位的人才可以碰得到。嗯，刚开始碰到什么样的毒品啊？我碰的是安非他命。别的朋友家去玩呢，那看他们都在用，那我也是一定要加入在那边呢。没有加入，你们都用，我自己不用的话，就不能做朋友了。就加入他，我用这么一次就觉得，哦，好棒，用一次就上瘾了。对啊，不能说是上瘾吧，说，哦，好棒，这个就喜欢了，是喜欢这个样，知道是毒品嘛，心想我不怕，我能戒掉，绝对不能叫他上瘾，顶多我跑到哪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关个一个月，锁在那边锁个一个月就可以了吧。我是这个样想的。结果不是那一回事，后来不是我在用毒品在拿着我玩。是那个发了钱以后就是身上没有钱了，也在工作。在哪里工作？也在餐厅吗？不是，我餐厅的工作是真的不想做，是宁愿到工地去打工。那我在台湾到工地去打工，打工也吸毒，这个那个时候就毒品就开始贵起来了。那打工我一天赚1500块，那也不错哎。1500块，可是那个毒品买那个毒品呢，差不多要1000块一天呢。我用的量比较重，而且吸毒之后人整个精神体力不好，还有办法到工地去吗？那个时候我学了没几个月，身体瘦的
现在正常的体重是这个样，差不多七八十公斤。我是那个时候学了没几个月，变了五十几公斤。哇！那一看见人家一看了就知道这个人不是正常人。对，这眼圈黑黑的，这个一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这个样。所以警察一看到，但我第一次抓到就是在大马路，警察一看到就不像不对劲，就把我抓过去临检呢，身上刚好带着毒品，这样就被抓到。以后毒品贵了，我就开始贩毒。第一次是把这个安非他命寄到韩国去卖韩国。哦，是卖到韩国去啊？对对对，有韩国的毒枭认识他们，卖到韩国去。卖了一阵子，那个韩国的线路就断掉了，没有个卖了。那韩国那边的毒枭被抓进去，被抓了。是，那我就没有个卖了。那又刚好认识到香港的毒枭，他们是拿海洛因来给我，叫我卖。那我在台湾卖海洛因，卖了没几个月就被抓到了，就被抓了。是，这判得很重哎，这种卖海洛因，尤其又是国外进来。贩卖一级毒品呢，除了无期徒刑跟死刑这两条路给你走，在你在打官司的时候，你表现好，这个样，哎，你没有说谎了，这个表现好，法官看你表现好的话，他还给你改成判个有期徒刑这个样。所以你后来判了多久？我是判了15年6个月。毒贩呢很厉害，是把他们放到哪里啊，他都有办法弄到毒品。炒鸡蛋里面，他加些 FM2 以后一起炒进来。他们也常常要给我，要不要？对啊，我说我不要了，我现在有这个，有这个圣经啊，睡得好好的，不用麻痹自己了。监所里面睡不着，翻来翻去的时候，哎，我知道我没有路了，我完蛋了，我死了。就我的脑海里忽然出现的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贩毒被抓，一判就是15年。侯炳木对未来感到毫无盼望，却在灰心丧志时想起了圣经中所说的道路、真理、生命。예수께서말씀하셨다내가곧길이요진리요생명이니나를통하지않고는아무도아버지께로오지못한다我们听到消息是他被关了之后，我爸妈会觉得说啊，我们就失去一个人，就觉得啊，就很应该讲很失望，就是对他就非常的失望这样。然后也知道，觉得那可能吸毒会。我们会觉得可能没有救了，这样就是因为吸毒，吸了毒就会认为说那个一定是一辈子的事情。其实里面来听的10%不到20%会专心的，他竟然自己说他没有办法认识那个圣经，像我要，哎，他就买给他，而且他真的在读，很快都有写日期，大概不到一年，他把那本读完读一遍了。第一遍，就我就给他祝福签名，哎，就继续，他很努力，他每个礼拜一定要来。其实来我那里上课哈，还要填表才可以来啊，不是每一个人就可以调来。他辅导课要去调查，每三个月一次，如果三个月完了你没有报到名字，你就不可能到教堂来。所以他都应该有9年的时间在监所。从来不缺席。哇，炳木哥，你的15年6个月其实真的蛮长的。你说虽然比无期徒刑是好很多了，是刚卖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判这么严重。是，有朋友告诉我顶多判个5-6年这个样。刚抓到看守所的时候，是，不是我每可能每个抓进去的人都一样。整晚上睡不着的，翻来翻去这个样，我的官司怎么办呢？我要怎么以后日子怎么过？有一天晚上忽然想起了一个道路、真理、生命啊！怎么会想到这个话？因为我有去过教会啊。哦，
是不是我去教会是这个样，我在韩国监所里面的时候啊，无聊的关系就跟着他们一起去参加这个敬拜，一到那个他们的教堂里面一听那个诗歌好美，听那个诗歌好美好美，我很喜欢那个诗歌，在结束以后还有年糕可以拿吃，没多久他们要受洗，那我也不知道什么真理都不知道，什么救恩了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受洗我也懵懵懂懂的，就是跟他们一起去受了洗，所以圣经是我没有读过，可是就想到道路真理生命，想到圣经里面的话了，可能是在哪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听到了，或是教会墙壁上贴的了这个样，我不清楚，就想到这三句话，奇怪，我觉得奇怪。那第二天我朋友来会客的时候，我就叫朋友把这个圣经拿来给我看一下，家里的圣经。是。朋友拿圣经来，我那天晚上就是没晚上睡不着嘛，没睡不着，一读那个圣经啊，读了没三十分就睡着了。在监所里面，你能睡是最好的福分的。哦。他把那个平安嫁给我。那这个样我就没有事就读，没有事就读，我在这个看守所里面待了十个月，在十个月当中我就读了新旧约，我就读了五遍，哇，就是靠读圣经让自己有办法睡。那在监所里面，在到工厂住在社房里面，工厂那边也是毒品也蛮多的啊，监所里面也是毒品蛮多的，怎么会有毒品进去的时候，毒贩呢很厉害，是把他们放到哪里啊，他都有办法弄到毒品。比如我今天出去了，出所了以后，我写封信来给你。但把那个海洛因呢放在水里面融化了以后，信纸上他给你磨上那个毒品，他们就撕这么一小块，给你一张纸，这一张纸就是毒品了。对。那拿到房间里面，放在小壳子里面了，什么东西加点水融化给他，那拿针给你吸上来打进去，针，可是在监所里面怎么会有针，针的针头只有那个头，针头有后面针头也是前面细细的 针、后面有个小小的头，铁头，那个铁头都没有，只有一个小针，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拿进来以后，有那个一料的血管，拿热熔胶粘起来以后，拿那个当针筒用，所以其实在监所里面还是有毒的，然后大家一样照用毒，在毒品没有的时候还有那个 FM2 俗称那个强奸丸，对对对，是有那个 FM2， 常常那个朋友来会客的时候啊，炒鸡蛋里面他加些 FM2 以后一起炒进来，他们也常常要给我，要不要，对啊，我说我不要了，我现在有这个圣经啊，睡得好好的，不用麻痹自己了。可是你本来有用毒，不用毒的话会很难过，或者是说有时候有用毒的人看到毒就是会很想要，会有那个心里头会有那个瘾，你都没有这样的状况吗？在新售房的时候已经是这个身体上的毒瘾呢、已经戒掉了，但是戒毒是不是说只有身体上的，还有心理的，是心理的诱惑，那个要戒掉可以，那个是很难戒的，是。那我知道圣经是那个时候我读圣经的时候就知道，圣经上有看不到的力量，有一定有神在，这个样在那边服刑的时候就认识到，那边有一个小小的教堂，是你愿意参加基督教的你可以报名参加，那边有一个叫曾妈妈的，是我属灵妈妈，现在的属灵妈妈了，她来带领我们，每个星期三她来带领我们做礼拜，这个样。不过在整个在监所过程当中，你除了说因为看圣经让自己觉得很平安，就比较容易睡得着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特殊的经历啊？有一次我得了，刚到太原的时候得了皮肤病，我是在台北就已经得了皮肤病，五六个月都没有医好，我就祷告，学会了祷告，是主要帮助我，让我一直这个样，那个时候我也不会祷告，就简单的祷告，那没多久的时候啊，他们要把我送到台东监狱，
第二天从台北有这个法警来带我到台北来开庭。再说我一到台东监狱的时候，那个要检查身体嘛，检查身体，主管看了，哎，你这个身子怎么这么样，都没有给你医治吗？我说有擦药啊。刚好那个时候有医生要进来，医生一看了以后说，哎，你这是疥疮啊。医生一看了都知道是疥疮。第二天没有人来带我，是竟然把我忘记了，在台北的法警把我忘记了，把我忘了半个月放在台东。是再说医生拿药拿对了，半个月途中啊，皮肤病全部医好了。所以把你忘了在台东监所那半个月，你皮肤病就好了。是是是是，可能不幸的人可以说是个是刚刚好巧还是怎么样，但是我相信是上帝在这个样带领着让我可以得到医治，因为你也祷告啊。这个是一个对我这个信心增长的一个很好的见证。好像今天还有带一个什么收音机来。一般我们用的收音机不是这种的，这个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拿来的，看过我怎么看过他们这后面呢，在后面放电池这边藏这个针筒，以后往这个房间里传，往那个房间里传。我有看过这个针，这个收音机，我也有听过一次，心想我如果有这个收音机就很好，因为它可以收到很远的这个广播电台，它可以收到香港播的有一个叫良友电台，它是专门基督教电台，专门往这个中国大陆播放出去的。我也是有两个收音机，那我要丢掉一个的时候到垃圾桶一看呢，哎，这个收音机在那边，那我看一看还可以听，只不过这个样我剪的也是这个样，只不过它这个是转频道的，没有转频道的，只可以在这后面这个样子。我就拿那个牙膏盖子热熔胶给它贴起来，再听。我心想就是有这个收音机的话，我可以多听到上帝的话语这个样，没想到有人给我丢掉，我去捡来这个，拿这个我就已经听了好几年。所以在监所就是靠这个收音机，靠这个收音机，然后靠自己读经，读经，还有这妈妈每个星期三她来教导我们的时候，她拿很多这个属灵书籍来给我们看。尽管在监所中仍有许多诱惑，侯炳牧靠着祷告和读圣经坚定持守自己的信仰生活，也在属灵妈妈的陪伴帮助下顺利假释出狱。因为他对这个上帝他还是来玩真的了，所以甄妈妈就看到他里面有一颗心，就是对上帝有一颗敬畏的心，所以甄妈妈就非常的就特别照顾他。然后因为那个侯传道是真的是没有家人，甚至他的家庭啊，他的孩子啊，跟他的妻子都已经分散了好多年。其实我觉得甄妈妈看到她里面有一个上进的心，就不断地在支持她。因为吸毒嘛，她有可能还会再回去，或者是回头，或者是她想要吸毒，所以我常常去问她说啊，你会不会想这样？她说想是一定会想，但是她有上帝的带领，然后有保守才可以压得住，所以她都会讲说吸毒里面。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这个对他来讲，他就觉得毒品是没办法戒的。他第一次要出监的时候，他在火车站打电话给我，说：“妈妈，你赶快来为我祷告好不好？我要离开了。”赶过去，他的老师就信封拿着说：“这个是炳牧要给你。”我说：“什么东西？”他说：“这是九年来的工作的十分之一，还有一个感恩。”加起来我们那天晚上看4400多块，他其实他身上才有20000多块，而且他是没有前面道路都还不知道，但是那些钱他还愿意提出来奉献，那种是非常让你扎心的，是有感恩的心。进到监所之后，侯炳牧就靠着自己每天这样读经，透过了一个很简单的收音机，可以听到一些福音的讯息，让他呢真的是信仰上是越来越坚定。不过炳牧哥在监所，
一般受刑人过生活也是要用得上钱嘛，对不对？是。这个部分你对你来说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在经济上。是的，是的。我是真的经济来源没有经济来源，外面没有家人，是外面没有人寄钱了，朋友也没有人寄钱。那这种人过生活的日子啊，在监所里面一定要找工作，对，不是中共监所给的工作，是私下的工作，在房间里面做杂事。你帮别人做，是别的受刑人做。对对，吃完饭我把房间的碗全部洗起来了，再到晚上的话接水了、擦地板了。然后别人就会给你一点钱。对对，在工厂也可以做，这种工作，那就是做杂役。如果做杂役的话，你就没办法参加宗教教会。那我做杂役的话，日子过得不是那么累，而是没办法参加宗教教会。我在这两难中要选择，我就宁愿过苦日子，我要参加宗教教会，我就不做杂役。宁愿过苦日子，那香烟也戒掉了，没多久啊，开始就是这边那边有钱开始进来了。哪来的钱？就是出所的朋友一起，这样比较好一点的出同房的，这样出所的朋友他会寄钱来了。还有那个曾妈妈，那没办法直接寄钱来的，就是透过曾妈妈来寄钱来的也有，这个样就生活稍微好一点在里面。保管部里面就有钱了。是。那我们开玩笑，有很多这个没有亲朋友的人，我们叫他孤儿。你是孤儿，没有人来看你，没有钱，这个样。他们说他们是孤儿，很可怜。我说我是国际孤儿，比你还要可怜。我是外国来的，比你还要可怜。可是我这个孤儿是我说上帝得照顾的孤儿。所以我卡里面还有钱，这个样。是。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报假释，会可以比较早报，因为一般监所要报假释要看分数嘛，你这样子表现不错的话，分数应该不差啊。是是，分数假释都不错了。可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你报假释的时候，你那个我那个户籍，你要有户籍地啊。是。我没有户籍地。是。认识的也没有什么人，只认识个曾妈妈，那他就把我的户籍啊弄到屏东有一个穆恩之家戒毒所。他们想办法就把我的户籍弄在那边，不是说弄在那边，从那边就把我的事情告诉他们，他们就来个信函告诉监所，如果需要的话，屏幕假释准了的话，我们这边愿意收留他。是是是，他那个是基督教戒毒所的机构。那拿着那个报了假释。那时候已经关了几年了，就是总共是关了几年？关了十年，有五年的假释出来。刚才炳木哥一直在讲到曾妈妈哦，是，所以其实她真的是对你来说是影响很大的人哦。她是我的是属灵妈妈，那个时候她还没看好我在监所里面。那我出来以后，我在屏东的穆恩之家的时候，我就常给她打电话，请她为我祷告了，这个样。那我在屏东，我是不想回台北来了，因为台北毕竟是这个我犯罪的地方，我怕再跌倒了，这个样子，怕见到以前朋友，这个样不想回来。那在屏东是薪水太少了，一个月一天才赚800块，那个时候过日子真的好难过，所以我就没办法回台北来。回到台北来就住在以前我管以前去的那个教会，就那附近。我8点要到工地。要去工地上班。对对，那我就6点起床，先到教会去，做晨祷，晨祷以后再去上班，这个样子。曾妈妈常联络，那个时候我做执事，我在教会很稳定，这个曾妈就来看我，也鼓励我，这个样。所以曾妈妈真的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的一个人。是是是是。你在他身上看到一些什么样的榜样？第一次参加这个基督教礼拜的时候，他没有来，他就派的别的同工来。第二次参加的时候，他来了，说他家里发生了事情没能来。他家里发生了个大事情，就是他的孙女车祸过世了。发生那么大事情，他也是提起精神，也要安排谁谁要到哪里去。不是这个样。第二次做礼拜的时候，他就马上会回来，这个样。但是我看到他真的为我们摆上的，真的很
跟别人不一样。我还有一次是台风天呢，台风天呢没有宣布停班停课，风很大，就是在山里面风很大，雨也很大，他还是来给我们上课。风雨不足的他就为了关心我们，把这个信仰传出去的关系，他这个样为我们努力，这个样看他跟他要学的地方很多，看了就很感动哈。是是是，所以曾妈这样对你们真的就是特别感动。是是，嗯，所以后来云哥，你说你后来也到了，一出来就是到屏东那个穆恩之家嘛。是是，你在穆恩之家那边是待了多久时间？我在那边住了三个月，三个月离开，就回到台北来。来找工地的工作。是是，找工地的工作。刚开始找顺利吗？因为毕竟刚从监所出来也没几个月的时间。我在屏东找工作的时候，有碰到的时候，只碰到一个，我想做到餐厅去工作，到自助餐工作，我实实在在的，我把我的过去讲给他听，他就留个履历表，他会打电话过来，他就没有，就没有打了。我知道，应该是更生人不好找工作，不好找工作。那就到台北来，到了台北来以后，就找到以前我工作的那个老板那边，跟他讲了一下，好，他叫我要工作，那我跟他要工作，他说好，那他说要给我1500块，以前那个以前的那个薪水，对，1500块，我听了，哦，好高兴啊，我在屏东市才800块呀，那做了没一个月，老板说屏幕啊。你过来，我没办法给你1500块。我心想，完蛋了，1500块，那1000块会给我吧？我心是这个样想的。我没想到，他说要给我2200块。哇哦！感谢上帝，怎么给我那么多？那我以前的工作态度是，只要人不看的话，我可以在那偷懒。老板不看到我可以偷懒，慢慢做干。那现在我的老板是上帝嘛？那我不管你这个老板在不在，我那个上帝的老板在看呢，所以我要用心的做吧。不管你老板看不看，我的上帝在看，所以我要用心的做。做了没一个月，我的老板都看到知道。马上给我讲薪水，讲那么高。在中和那边找了个大一点的房子。在那边做起中途之家，头三个月每一个更生人都很认真的工作，都很满怀的。过了三个月以后啊，几乎都是老毛病又出来。还有个弟兄呢，就我早上上班的时候讲了句不高兴的话，他说下班回来要堵我，要打我这个。哇。后的侯秉牧积极面对生活，半工半读拿到神学院毕业证书。不善言辞的他，用行动活出好榜样，照顾并影响身边刚出狱的弟兄们。他真的国小都没毕业，所以他就在神学院里面刚开始就去做扫厕所啊。然后他其实中文不行哎，他会听他不会写呢。那我就认为，我觉得他还真的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然后他还去工作，去打墙啊，去做那工地，很累耶。他还很，就是我们回来都想睡觉了，那他还是拖着他那个很疲惫的身体，他还要去读书。我觉得这一点，我就真的蛮佩服的。啊，他对我们学校来讲的话，实在是可以做我们老师的表率。他那么辛苦，每次下课最后一堂，所有的清洁工作，他是一肩。担起来，那些粗重的、那些有点脏的工作，老实讲，别人都避之唯恐不及，只有他来做。后来他就跟那个开餐厅，那他就跟那个从里面出来的人没有地方住啊，那他就让他们住三个月，免费的让他们住三个月，吃啊住啊，就是帮钱不是问题，他是帮他们找工作，叫他们跟那个有。给钱没用啊，钱一下子花掉都没有了。他是帮他们找工作，给他安身立命，这才重要。真的真的不简单，这不得了啊。
侯炳木回到台北之后呢，回到他原来的工地，工地老板发现这个侯炳木跟以前不一样了，甚至还帮他调整了薪水，帮他加薪之外，之后还做了工头，对不对？是小小的工头，就是他有好多的工地要做，常常就派我管理一个工地，这个是是是、把我弄成个工头，这个带着这些工人一起做，所以工头下面可以带一些人，就开始也帮助一些更生人了嘛。我还在读书，读那个神学院的书，在综合那边找了个大一点的房子，就在那边做起中途之家。然后有更生人需要的话，就在你那边住。在那边，在我那边住，在白天带着他们上班。去那个工地。是是。你都会平常怎么样照顾这些更生人弟兄？就是提供给他们一个地方住，然后带他们去工作这样子。是头三个月，每一个更生人都很认真的工作，都蛮快的。过了三个月以后啊，几乎都是老毛病又出来了。哇，所以这样子真的是你需要信仰来帮助你，要不然真的很容易就回心了。是是。对啊，有没有碰到一些更生人到你那边帮你觉得什么麻烦？什么大麻烦是没有，就是有的更生人呢，我带的时候，他甚至于到老板家去偷东西的也有。还有的弟兄呢，就我早上上班的时候讲了句不高兴的话，讲了句不高兴的话，他说下班回来要堵我，要打我这个样。还好了，以前这种风雨都经过的关系，没那么怕。就不会怕。没那么怕，所以才能做这个工作吧。是是是，那你后来，去读神学院去念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因为其实你国小等于都还没有毕业，然后年纪又已经大了，这样再去念神学院，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很辛苦？还好了，因为我以前就有准备嘛。我在监所里面就想读神学院，那我心想我要练习写字，就请着妈妈帮我买一个国音字母的圣经。哦，就是注音的那种。注音圣经。那这妈妈就给我买了个注音圣经，我就开始每天写那个圣经，写了好几年呢。做笔记多多少少还可以了。再说听课也是，因为我在监所里面听这个收音机听课听了也蛮多的这个样子。所以念神学院都还好，不会觉得说好辛苦好想放弃这样。还好了，就是有想放弃是什么，因为我没有跟他们讲我小学都没有毕业这个样。对，以后快毕业那个时候我上讲台做见证这个样，我就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了。他们叫我再读两年的学历课程这个样，如果没有上帝的带领的话，我真的没办法读。白天你做那个拆房子的工作已经很累了，每天晚上吃饭都是10点11点这个样吃，你还要叫我读两年，我不读了。那个时候我告诉学校我不读了。现在的院长，那个时候是老师，还有一个恩师，他们两个来找我，把我叫过去。他们两个为我流泪祷告，说坚持下去吧，上帝还是会帮助我的，这个鼓励我这个样。那我又回复念书，就好不容易就把它就念完了。是好不容易6年给他念完了，是毕业证书拿到了。真的很辛苦哎，人家念4年，念6年。如果没有上帝的带领的话，真的做不到。念完之后就没再去工地了，就变开餐厅了吗？我在综合做中途之家的时候，有好多弟兄呢没办法跟我一起去工作。再说我那个住家供应这个弟兄们吃饭也是个问题，三餐都供应的都有问题。我心想是不是找个小餐厅做的话，我在那边24小时在那边守着他们。刚好板桥仁爱金信会的钱牧师他们团队听到我这个消息，他们就愿意把这个旧的教会借给我用。那就我就进去用现在成立的这个1楼是餐厅，2楼3楼是住家还有弟兄们的房间这个样。哇，所以真的帮助很多人呢，也让这些更生人有一个地方可以住，然后吃东西吃饭也不是问题，然后还有地方他们可以工作。是是，对不对？那这一路走来最后还有没有些想要跟观众朋友来做点分享的？这个毒品是真的不可以碰的。就是我也是刚才也讲过，以为自己能控制到这个毒品，可是不是，你真的碰上的话，是毒品在控制着你。
绝对，我到现在也是一样，我做了传道已经十多年，快二十年没有吸毒，也是到现在有一点这样不高兴的事情了。这个样的话，香烟也是到现在也是香烟还是想抽，毒品也说哇，再吸这么一次就好了，还是会有这个想法，还在。嗯，这个戒毒不是这么简单的，你说戒了就戒了，只不过十年二十年没有用而已。我不能说我完全戒掉了，是说不定以后我身边我发生什么不如意的什么大的事情的话，说不定我香烟拿起来抽，我也说不定。我还好，我是有这个信仰的关系，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好的信仰，在这个毒品。最好是不要碰，绝对不能碰。不过我觉得今天在你身上看到的见证是一个很柔软的见证。你虽然说你小的时候在这么复杂的环境当中长大，然后好像碰到任何问题都必须要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也没有感受到怎么样被爸爸妈妈爱过，在一个很缺乏爱的状况之中长大。可是我觉得你其实心里是很柔软很有爱的，所以你才会在坚守，也是一个这么复杂的环境当中，你认识神了，然后你更多的认识，你才会抓得这么紧，然后一直到现在你那个柔软都让你继续的愿意去帮助人。谢谢你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带来这么好的见证分享，谢谢。神迹对许多人来说是生命当中一次特别的记号，但是对基督徒来说，神迹则是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工作的痕迹。亲爱的朋友，对你来说，什么是人生当中最大的力量？是金钱吗？有钱能使鬼推磨？是科技吗？在今天人人滑手机没有 WiFi 的环境，我们就会非常焦虑的时代。是子弹吗？当国家必须要不断透过提高国防预算来展现自己国家的肌肉，这样的朋友到底什么是人生当中最大的力量呢？在今天侯秉牧传道的分享里，我想我们都见证到爱，爱是人生当中最大的力量，能够让极度愤怒跟自我放逐的人转向一个与此完全颠倒对反的生命状态。如果不是爱，不可能改变。就在侯秉牧传道分享当中，我们看见他成长的旅程，有韩国，有日本，有台湾，三个不同的场景，不只是你想到的韩国、日本、台湾丰富富饶的那一部分，不，对他来说，这些地方有着黑帮的经历，有着这些毒品的经历，有着监狱的经历。他是一个被遗忘的人，坦白说，即便他进到了监狱当中，在监狱的外面没有朋友，没有亲戚，那一种在监狱里都被称作孤儿的人，他自己笑称他自己还不只是孤儿，他算是国际孤儿。因为到底是韩国呢，还是日本呢，还是台湾，到底他的朋友在哪里？就在这个看起来被遗忘的监狱当中，他看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身影，曾妈妈。这个姐妹她进到监狱当中，每一年每一个月尽量固定每一周服侍这些更生人，就是这个殷勤服侍的身影，让侯秉牧传道心里有一个极大的震撼。怎么可能有一个人，即便人生遇到了很大的难处，他仍然坚持继续在监狱当中服侍我们？亲爱的朋友，这个身影是他改变的关键。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都会需要看见一个背影。这个背影是一个爱的背影，对于侯传道来说，也因为他看见这个爱的背影，出狱的他能够成为别人的背影，能够成为别人爱的背影，爱的记号。若不是耶稣基督为了侯传道，若不是耶稣基督为了曾妈妈，若不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背上十字架走上哥哥他的路，我们如果没有看到爱的背影，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方向，我们不知道该从哪里得到力量，也不知道我们该往哪里去。但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故事，不论我们过去曾经发生过多少的事情，这些事情多见不得人，但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背影，是接纳的背影，是十字架的背影，我们有了盼望，我们有了一个方向，知道那里是一个接纳的地方，那里是生命更新跟改变的地方。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
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头接纳我的生命，我看到你为我背起十字架，我看到你兴起环境，不论是我的父母亲，我的弟兄姐妹，他们成了一个爱的背影，愿你用爱的背影激励我的心，好让我也能够成为别人爱的背影。我为着今天侯传道的分享献上感恩，愿你将爱充满我们的心，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深愿耶稣基督背十字架的身影激励我们的心，带我们走上恩典的道路。